12-21，8-21啊。一会儿就跟上了，那是肯定的。肯定不能慢，他一慢肯定就被安塞龙打。滴到那个滴到地板上。这一场一开局就很明显啊，就是他这个速度以及他这种连贯啊，我就不给你太多的进攻的机会，打你的转身，打你的对角。其实这样打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踩到底了，有点这意思。到15分以后，其实就会好很多。压力大的是安塞龙那边。对。才能把注意力都投入到比赛。对，可能体能肯定是要废掉，没办法。就是看能顶多久。好球啊！这个球漂亮，这个又来往前抢得很积极，这球都是，哇，好球！也有就，这个球是触网啊，但是裁判摆手了，裁判摆手那意思就是说不没判啊，不，这个球，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再一个就是他的战术。也在抢网，机会来了。火，哎呦，漂亮！这是滑两下，好球，还是很有准备的。切换。关键球的时候还是不够老练的。这个球漂亮。好球，我来守。哎，这球判的，解外了。哦，解外，以消耗对手为主，哪怕是我冒着输掉第一局的风险。
乔纳坦跟金廷那种感觉是一样。对这种球，好球。哇，连昨天的这种休息啊和这思想准备，应该打到第二局我们都还觉得他能拼多久，其实人家还拼着呢，反正速度还那么快。哇，这是真正见着要赢球的时候心态还那么好。不错，不行能跟上节奏，重复落点，确实不得了啊！对，能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。那关键，好球啊！全下手球啊，他也都挑，他都是挑起来，不反击。那莱甘宫大可以给他高球啊，对，给他点高球也没关系。你看漂亮，还会突，还得突。今天这个往前啊，杀上网，跑不动了。哎，打来了！哇塞！机会球。就今天这个往前的战术配合起来啊，估计这比赛不会打得那么焦灼啊。杀跟吊的这个结合组合连贯，对，重拳可能没那么重，但是组合拳很漂亮。我只错一回还不容易，既然想赢就拼拼呗。这球把安塞龙调动的也非常开，好球啊！Yeah.
所以现在要这么看，这个球尽管比分只差三分啊，现在四分。这弹幕里头马上有球迷知道的大空翼就是发上来的。羽毛球好像还没听说他们编了这个漫画。台球机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多板，一旦有机会我就抓住机会。嗯，对，小豹感同身受，这是确实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说之后啊，就是羽毛球的一个应该算是这没办法，比分一拉开肯定就是发生动球筒了。而且看换拿上这球是新的，哎，这动作一定会成为一张非常精彩的图片的。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太艰难了，他主要还是扛住，在心理上扛住最有压力的那一段。可能体力上他不会很累。好球，两分的分差，还挑。最后还是等来对手失误了。哇，安塞龙这场球赢得不容易啊，想跟大家。